解说不了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掉，只为您那销魂的一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您带来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月之都战线的 Weeper CY 同学给我们开的 T49， 地图是阿拉曼机场标准模式，我们在因为的瞬间一下就是三个打 TD， 有本事出来单挑，挑你妹，我才不理你。哎，为什么金币弹上的是 HAT 不上那玩意儿？因为上 HAT 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讲并不好啊。不 HAT 你这个你要看着来啊，你打不穿就没有。哎呀，蛋疼。而且尤其容易被履带所吸收，所以这个是要比较注意的一点。哎，有咩咩奇的人在里头啊！咩咩奇，我觉得这个名字挺萌，萌的遭不住啊。49真的是一个定位很宽泛、很模糊的东西。首先，它肯定是个小车啊，但是呢，那打你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车小管不小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啊！好像击穿了，吓死我了！不，这种时候真的急死人呐。但是你想，是真实情况这样的话，车组成员肯定也急得要死，因为这时候肯定是闭仓操作了。那关闭这个这各种门之后，就蛋疼了。我看见他前面驾驶员上面这个门其实应该是可以开的啊，但他这游戏里面当然不能开了。好，快来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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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爽！哎呀！爽！哎不！妈蛋！对面的四九还击中了弹药架啊！这个必须得修，这不修等会上弹太慢。那本上呢就不快，一百说一三啊，我那什么，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嘛！哦，要这样啊，干得好啊，黑美帝，哎，哎，为什么黑美帝？哎，大家一个黑亲爹系多好呀！啊，德系纸装甲一打就穿，逢打必穿，我们断腿了，火炮有要去砸他的意思了啊，他也在看啊，修好了应该自己走了。目前看他应该是没事。哎，但对面那个四九卡那特性，不过他有时候偷炮啊，你说一些小车，其他小车其实威力没那么好。好的，非常漂亮啊，先给他断腿，别哎呀哎呀，好，哎，把队友放在上面，没事，插敌人也可以滚下。哎，不，哎，不要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！履带已修复，我们赶快走。啊，两个人都滚下来了。我们赶快走。对面上来发现扑了个空，啊，瞬间被干死三个。耶 ，LTTP 好屌呀、啊！但他自己也死了，屌爆了。允许射击。那现在你下来，你来啊！目标锁定解除。哎呀，好了，哥躲起来了。285+1撞过去点呢，漂亮。285+1射速可以。哎呀！好啊，中国好队友，帮你挡一挡。啊，他回去了啊，那就咱家哎不，咱们就都没事儿。有根叫啊，一炮击碎你的节操。我没有节操。哎呀！麻蛋，有人说不吸引火力你能死？哎，那真不知道。哎，好，菊花一发啊！哎，爆菊花八连杀啊！来吗？哎呦，疼！啊，他其实想过来先收这个残血的，断其食指不，不伤其食指不断其意志。我你要能断其食指，那就还是断吧，那太屌了。不好弄，不好弄，但他也爬了，没打。
哎呀，白吃一发！快去帮那个插电文！我擦！哎，不要这样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瞄好，瞄好，瞄好，一发带他走！漂亮！寻找下一个目标。配合的不错，10-7，哎，其实也不算什么优势，这玩脱也是分分钟的事。啊，现在其实他可以往对面家里面穿插了。有，目标。啊，对面发现自己被亮，锁定解除。因为他这个被亮了，所以说他就动了，就解除锁定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这个应该预判一下，直接打尾部没打中。这个100的话，你一炮可能收不走他，你先把他亮出来吧，看看队友干一下你感受。啊，也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顺便帮队友断一下腿，但他不要动啊。啊，活炮出来了，哎，好样的，走圈，走圈，走圈，走走走走。好的，漂亮！哎，天上有个飞机过去了。由于开了个火，那个100离这里太近，所以咱们亮在这里先等一等。没火炮，没火炮，好吧，这个100你来啊，咱们注意啊，不要被后面那哥们偷炮。看他管子朝哪儿。其实这种时候你装个激光炮线插件就不错了。哎，但对于插件，很多人这个老觉得不好啊。其实怎么说呢？他不修改游戏判定的话，我觉得那也没什么呀。其实像国外的一些游戏，他们的态度就跟国内不一样。他发现哪种插件或者说这种外挂就不影响判定的，大家都要用的话，他就官方自动退出啊，他不用你的，因为他知道即使他不推，玩家也要用。那干脆自己做吧，啊，免得你外部的这种东西万一被劫持了，他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嘛。哎，感觉又要被对面翻回去了啊！你看他有什么动作，甩一发，甩一发，漂亮！呀，视野发生了什么？那他再吃一发就走了，漂亮！那边那哥们被干，他们183死哪去了？他也转过来看一下，反而没看到。100现在肯定是不敢乱动了。要出事儿！绵绵奇说：“小心，确实小心。好，现在队友干了件非常聪明的事，我去站，而别让49死。对，49现在是一个关键。111，也是关键啊。”到了后面，机动性越强的东西是在残局越有优势。啊，他就在这里看，因为100，他们肯定要，因为他现在能走的路就这么两条，就看你往哪儿走了啊，你回来，哎呀，在这里，那啊，看到183了，漂亮，但不要轻易下去，你在上面把他们亮起来就行了，他们反正拿你是没办法的。好的，哇，你不要，哎，目标，哎呀，好的，漂亮。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我 ，QQ 箱是76785582@tk.com。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